點日本化啊？唔知喎，啲咁嘅位咧，好似日本仔嗰啲。即係頭先我講個台北租車啊，係好唔方便。誒，但係台中租車咧，但係台中揸車係會好啲。點方便化咧？好繁忙啊嘛，啲交通，你會唔使驚塞車或者唔使驚行錯路？簡單啲嘅啲路線。即係之後你一陣咁樣沿住搭啦，我哋唔係揀台中站，係去中正站㗎。如果仲搭到落去，可以最遠去到台高雄，即高雄係尾站。有機會試下呢個台灣嘅台鐵咁樣玩到咧，應該好乸爽。係啊，應該要花一個月到啦。呢應該係大站嚟嘅，因為咧，我譬如啲十份嗰啲咧，哇細翳到嘔啊！不過佢搏得住台中呢啲好似轉車站，應該都係好肯大嘅。但係佢轉車佢大。佢轉車，因為佢轉嗰啲高鐵站，所以咁大啫。係。但係其實哇，你講緊佢咁大個站咧，但係其實幾人？喂，呢邊啊，呢邊啊，呢邊。拍低嗰啲塵屎咯，大佬。跑啊！夠跑啊！好震啊！甩尾。哇！喂，上落去啊，上落去！自行車喂，唔係我哋嘅。點解我哋要跑呢？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呢呢班車而家我哋係坐呢個2:32嘅車，咁呢如果我哋 miss 咗呢班車之後呢，係啊，頭先個叔叔就話要成3:03先就有車，3:03係即係成9個字先有一班。即刻九鐘落嚟咯，好鐘我錄緊翻最近嘅卡。係呢條做咧途中頭先無啦喺度揾張油卡，原來條友塞咗個袋嘅某一處。台鐵好正，我真係覺得，即完全地係咧嗰啲叫消磨時間啦。思考人生咧就尊重佢啦。係，我想問我哋要搭幾多站，你知唔知？記得唔係佢有㗎，你冇問。係啊，佢上面頭頂佢會話俾你聽幾時到㗎嘛。總之睇住呢嚿嘢，咁樣你就大概知道自己去到邊。佢有前兩個站，即係下兩個站係啲乜嘢嘅。我哋而家喺成功站啦。如果你飛去成功站點算？就係永遠唔會成功。多謝曬。呢日好特別㗎！呢一個嘅台灣嘅便當咧，你諗住佢吃咁好鬼好食㗎！唉，嗱好啦，我哋要去第二行啊，1161去新竹嗰條線啊。好，我哋依家要去3B啊，我哋要去呢個新竹嗰一條線嘅。其實咧，見咧台鐵咧啲路咧好窄嘅啫，大家留意一下，即係好容易會跌落軌，因為台鐵嘅一個特色就係在於同一個車站可以有好多架唔同嘅列車去唔同嘅地方，北上南下入中部乜都有咁樣。呢樣嘢好似香港嘅電車咁樣，其實如果喺去台灣旅行嗰陣時候，你悶悶地喺個台北車站見有咩車上亂咁行，其實都幾好玩嘅，我覺得。色啊，代表咩意思咧？燈閃啊閃啊，你見到啦，大家代表車來了啊！我啲台灣嘅朋友咧，同我講話，如果喺台北去桃園咧，搭台鐵其實係實際啲嘅，錢啊不在話下啦。時間佢都話快啲，因為話喺台北去呢個桃園嗰個咩桃園機場接運咧，要半粒鐘多啲。但係佢哋話，如果搭台鐵快嘅話，只要你揀快車，或者四個字就去到，大家都去桃園車站。所以我借呢一次了解一下先。其實我覺得咪似地鐵咯，
但係台鐵你一定要留意，就係你嚟台灣睇風景，感受一下台呢啲台灣味道咧，點都一定要搭轉台鐵嘅。喺台鐵咩咩食嘢咧？俾吸煙啊，俾攀爬啦，唔俾攀爬呢種，俾攀爬。但係偏偏係冇寫到唔俾進食噶喎，唔通真係可以食嘢？我食啊，食咯！唉，落車。依家幾點？11:27啊！我哋10:差唔多5:唔到50上車咧。但我覺得就時間幾舒服咯，幾快咯，又比我想象中又冇咁耐啦。不過台鐵本身件事就係嗰種節奏，慢慢啲嘅節奏。因為台灣都係慢慢啲嘅節奏啦，所以係舒服嘅。好出口上線，哇！成日都係咁嘅，點解成日都係咁運動型嘅台灣同泰國一樣啊？果然係，唉！你大家見啦，其實佢真係 JR 咁嘅 feel。如果你係當地人，可能會好清晰啦。但如果你話係我哋啲遊客啊、外地人啊，其實要一下子要揾到咧唔容易，即係你真係要花時間 study。即係咧，大家唔好搞錯一件事咧，就係諗住咧一架台鐵就真係可以環曬成個島咁樣啦。因為其實佢都係一段一段咁樣去駁車嘅啫。咁啊，只不過係你要識搭，你搭到去邊完就轉車，搭到去邊完轉車，咁你就會識得環到啦。不過有一樣大家要留意嘅，桃園嘅車站咧，其實原來係同桃園個高鐵站係109,000遠嘅。我如果搭台，聽日我哋走嘅時候搭台鐵嚟桃園的話，應該會出事，依行錯方向添喺呢度。上次嚟咧，都我都冇見到，原來已經呢度有女性專用車廂，所以咧你見咧等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女性嚟嘅，搞到我啲尷尬，唔知應唔應該？有男人有男人都好啲。唔係好似走，不過又係同台北一樣咯。你見佢咧啲路都好鬼窄，你見啦，好鬼逼嘅。所以咧，你見到後邊咧，佢會加設咗啲好似啲等候區咁樣咧，等件事闊落啲嘅。即係證明嗰陣時咧個設計係冇諗到咁差，多人會用呢個嘅列車，或者冇諗到發招咁多人。不過我同市政府去傾咧，原來桃園市政府嚟緊咧都會超大力發展。即係可能呢啲公共嘅配套措施咧，都要再去更加之加強改善。當然咧，佢遲下仲會有接運由台北直接駁過嚟，所以件事就唔同曬啦。之前有講咧話，其實每一次嚟台灣都會買啲嘢留翻喺郵購特別。你見啦，呢啲係限定版歐嚟，所以咧你好難去掃啊，去睇下去買。你當買紀念品都好啊，反正啲香港人成日去台灣，你送啲郵卡俾人好實用㗎。其實基本上咧，譬如我今次嚟台灣啦，二話不說都入咗一大堆錢落去郵卡度㗎啦，即係方便嘟嘢又好，交通又好，咩都好啦，即係台鐵都方便啦，唔使特登買飛。所以咧，我都建議大家多啲去呢啲超級市場啊、七仔啊、Family Mart 嗰度咧去掃下啦，嗰啲靚嘅郵卡啦。